欣赏名单选取使用方法。嗨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哈，我们这一台机器到底有哪一些功能？这一台呢，基本上是云端科技的产品。呵，来。这一台呢，我们来赶快来，小米来帮大家发问一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的伴唱机这个部分要怎么使用？好，哦、来各位看看，电视外面呢，芝麻机的所在哦，这个画面叫做公播，就是点歌，可以点歌。来，我们现在呢开始呢，小米随便点一个号码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有看到导音有没有？导唱三颗，咱是不是也在？好、哦，现在没有导音，再来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哦，最后唱的人自己选点。后来啊，变气哦，会使无？会使。好，这首歌查某歌对无？变查甫，啊，难气，哦，难气。好，大家听这声就知道有变气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可以升降，这个就跟一般伴唱机都一样了。好，来下一个问题有没有？云端的部分。好，云端的部分，来，云端的部分呢？请各位注意看啊、哦，这个遥控器里面有一个首页啊、哦，首页的部分呢，我们现在看到，来，现在小米呢，我们让观众看一下啊、哦，游标往下走，奇摩，第三个 YouTube， 哦，这都帮了我们啊，第四个是电视台的啊、哦，我们在测试，来再来一个啊、哦，这个呢是看电影的，来个七节 ，OK。哦，咱有当时啊唱歌也无聊呢，吼、哦，即看咯，看电影拢免钱的，吼、哦，看免钱的，哈、哦，哦，你看这边有这么多选单，电影啦、运动啦、什么什么，这个呢，好，观众朋友呢，再慢慢的，好、哦、去欣赏。好，我们一样不用了，把它返回，啊、哦，返回就是退出的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再让它回到啊、哦、这个点歌画面，点歌画面，啊、哦，又回到伴唱机的。好，伴唱机的部分。好，未来我们这台机器呢，要怎么加歌？好，来，我给大家报告。既然叫做云端，当然就不用钱，自己会下来，哦、自动，我自动会下来。万一你觉得还不够，我们这边呢，后面呢还有玄机。你看这个 USB 这么小，这个可以放好几万首。哦，因为 MIDI 很小，所以以后呢，啊，也可以在这里加歌，换这粒就好啊，换这个叫做 USB， 是，好，还有这一台机器还有更好的啊，大家看，哇，这边前面呢可以放哈迪，哈迪就可以放很多，哈迪可以干什么？收藏自己喜欢的，好歌曲、电影啦，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哦。安尼，大家知无？所以这只机啊呢，不是只有伴唱机。是。好，今天呢，感谢小米呢，吼啊，替咱所有的一挂消费者呢，啊来问一挂问题。是。哈、哦，好，安尼，请感谢各位，赶紧哦。赶紧的，快去看内哦。